欢迎收看由正大冠名的遍地英雄栏目。归水河边30年，他自发自愿护水而兴。你扔的垃圾我捡起走没得。平头纸袋100万，他执意捡拾，从不畏难。不管你是多富有，你也买不来好环境，你也买不来蓝天。遍地英雄，讲述北京延庆农民贺玉凤的河景时光。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人说延庆好风光，地肥水美物香。我叫贺玉凤，是北京市延庆区张山岩镇小河屯村一个普通的农民，今年62岁了。右手一指归水河边。我出生在海坨山脚下美丽的归水河畔，风景秀美。小时候一到水边时蛙声阵阵，那青蛙叫的可开响了，小鸟也在叫，那花开的特别好看。哗啦啦啦流过我的小村旁。我们生活旁边条河叫桂水河，也称为我们延庆的母亲河，水面长贯穿整个延庆东西，宽得有2里多的。桂就是一个女字旁，这边搁一个为人民服务的为。其实啊，这个女字旁这边的为应该是就是繁体字是象字。也有一个传说，就是在过去吧，两国交战，有这两头大象野象，它老是出没这山村，来吃这些个玉米嘞。大将们、士兵们，谁都制服不了两头野象。就唯独元首的这两个女儿能制服这两头野象，所以说村民呀特别的赞美喜欢这俩孩子，就给起一个桂。为什么桂呀？就说这半是女字旁，女人把这两头象给制服了。贺玉凤是在北京延庆区家喻户晓的环保奶奶，他用实际行动在近30年的时间里守护着他的母亲河。这桂水河呀离我们家就30米的距离，7、8岁时候一放学了背着个筐给那个猪打草去，回之后了到这河水里边洗洗小手洗把脸，捧起水里就喝，很清凉。一看太阳一照都能看见河底有几条鱼，有多少石子儿，特别清凉。开那个小黄花，我们都叫它皮儿草，开的一片，特别的漂亮。因为我有一个遛娃的习惯，给孩子留下作业了不影响孩子学习，我就遛娃去了。你天天搁这路上过，天天看着这有垃圾，老觉着他呀看着心里就不舒服，踢来踢去这个瓶子搁这个袋上，你老是踢它，把它捡起来不就干净就没有了吗？你自己走着舒服，别人来了也就舒服了，慢慢就养成这个习惯了。就以前我没捡，就这条路就这河边上的垃圾成堆可多了，遛弯也好，干什么好，一看这绿草绿油的好看，搁着他就不舒服心里头。从这时开始，贺玉凤沿着归水河每天走个3、4遍，捡拾的垃圾也是越来越多。您这跟我们说这话，眼睛就看见有垃圾？这俩眼就是用我儿子话就说着，您这俩眼也不看别的，一天就看这个垃圾。我说那咋弄呢？他惯了嘛。有一次我们在那弯着柳树那儿看见
这个河面上漂正打一个那个塑料袋，里边啊有一条小鱼儿，不能不能不出不来。后来了，我们就搁那树上缺一棍子，把那塑料袋一挑，这个鱼嘞跑那水里去了。后来了，我就跟我老伴说，以后呀，我必须天天捡，哪怕是道上的，说是没时间撵都成，河边上的捡，河里头的捡，因为这直接关系到水的干净不干净，鱼呀、啊、虾呀的都要靠这个水活着嘞。以前我也没戴过手套，用俺农村话，我是父母给我这双手就有手套了。因为那会儿没有环保意识的，都是捡破烂的，捡着捡着就捡出个垃圾来，捡着捡着这又捡出一个环保来。这个瓶子我就单装一个袋子里头，然后破麻绳子、麻的片子、麻掌子、红塑料底呀、黄胶鞋这个，单装一些来。你看这个大塑料袋子。这个这么大个儿，要不捡它的话，经过几十年、几百年，沤了、烂了，对这个河水、对这个土地造成多大的污染！以前我也不懂得这么些个什么污染呀、危害。后来就跟我儿子说，儿子他们都上网给我查，就说这，妈您捡这瓶子，要是不管它的话，就在这河里，这一个瓶子得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才能。熬了嘞，熬之后这河水污染了，不能做饮用水了，也不能种菜了，更不能种树了。所以说您干这点事儿不赖，挺好。说着，二十几年，光矿泉水瓶就捡了几十万个。贺雨凤和老伴儿生活近四十年的这块地儿，用他的话来说，也成了垃圾分类的示范区。把抄子放好，我把可回收些瓶子罐子单搁起来，都可回收的，别人把这垃圾扔了，我给捡回来。这两个树根上旁边有一个窗户，然后里边就是一个大袋子，里边是瓶子，上边有一个屋顶，然后旁边就是围墙。我上次听我奶奶直播的时候说有三四十万个。看看这一屋子的瓶子。瓶子被堆到快爆棚的时候，贺雨凤就找回收废品的来收走，偶尔有一两个被留下来再利用。一推头就跑了嘛。老伴儿用一个钉子，这拿它铆透了，这是这木头棍儿，这都纯天然的，就是孩子玩好多年了。他捡垃圾好勤，我得保证。你们家那小房，那里边有瓶子，那能处理的，有回收，不能出他门口那一搁做饭去了，洗洗手。我骑着赶紧就得去买去，就厕所两边铺，原来都是坑。卖出那几十米，卖可多了，这二十多年呀。这不是，原来这都是跟这粪池子这是一平，这边倒的都是芦荟，这边倒的都这个塑料布埋的，一直埋到那儿去了。我这后来我跟我老伴说，我说这我捡回来你埋。贺雨凤说，一开始哪能想到会捡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啊？年深日久。他的故事就被传送开来。2016年4月获得了北京绿色生活好市民，2017年获得了北京榜样，2018年获得了北京护水二姓荣誉称号，获得的荣誉太多太多了。我这一辈子都没想说我作为一个农村妇女还能走进人民大会堂宣讲去，我连做梦我都没想到。我在几年前就从电视上看到贺阿姨，听说过贺雨凤，我还见过她嘞。她搁电视上经的身份，特别惊讶，奶奶怎么在那儿啊？电视上时不常，我爸爸知道奶奶上电视就让我看，有的时候就是这么着斜着带着一个东西，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我这些年吧，是一个妻子、母亲、奶奶、环保奶奶。
北京榜样，道德模范。其实我最喜欢的身份还是环保奶奶。贺雨凤二十几年骑着小车沿归水河赏四季美景，捡南北垃圾，乐此不疲。我在单位管点事儿，我一人挣钱，四个人吃喝，双方都有父母，挣的钱又不多，几十块钱，确实紧张。我该走了，这饭没做好，甚至他没回来，真饿。到中午干体力活，真没劲儿。你说我有气不？有时一活了，他要是回驳我一两句，那我气就更大。别过了，他一听这个，他就不愿意了，忍了。我再说再骂，再大脾气，他不愿意，就天天磨磨磨尖去。反正你骂我就骂我，说我就说，老板说跟我离婚，我不愿意，你爱咋骂咋骂我。这个能吃，这叫草蘑。我每天个早晨捡垃圾时，看着这种蘑菇都把它采回去，说这那个它特鲜，味儿特美。天天他们没醒来，我就起来了，我就捡去了。四点，有时候星期天三点拿手电就起来了。刚我捡回来，人家睡醒了。有时候我还没起来，饭都给你做好了。看着有食欲没？早点出门，家里的饭是解决了，但面子问题才是大问题。这么多破烂，你说捡它干什么啊？好脏的，哪儿都是，他都给捡了。你说我事情，谁捡它去啊？时间也长了，而且别人有意义了。谁你爱人家就捡破烂的，你别看穷，这面子有保养。孩子们回来了，看见我捡垃圾，也觉得不体面，说你看我妈，天天的没早没晚的捡这些个破烂去，多丢我们的脸。你有一个垃圾妈妈，然后我们不跟你一块玩，你们家脏。上初中的时候还是很担心同学们知道的，所以都很回避这件事情。外面人说呀，我就是有时候也能听着，但是我就不再理会他。我就觉着现在年轻人有一句洋词儿，说着我不说，沉默是金。一两个声音传过来，哥俩也跟着沉默，但上学放学坐班车，话就变了味儿了。我爸的单位家属区的所有的同学，就是幼儿园一直到六年级甚至到初中的孩子，早上你有班车，就因为这个别人说你们家是垃圾家庭，就不应该坐，应该站着。我那次爆发把人家家俩孩子全打了。那会儿我们还是在交男女朋友嘛，慢慢的跟他说，妈妈也遛弯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去捡一些这些东西，慢慢的让他去接受吧。包括岳父岳母也是，其实岳父岳母知道这件事儿是妈妈捡拾垃圾这个事情被新闻报道出来以后才知道的，之前包括我和爱人都没敢告诉他们。除了做好家里的工作，捡拾垃圾的路上，贺雨凤还是会遇到各种危险。这二十多年呀，遇到这个危险就多了。比方说这看着没雨，早晨出去了，打了一咔嚓，可想眼看着雨就来了，淋的头发都湿了。老天眷顾你，不用洗澡多好呀，天然的澡。从贺雨凤家出来，沙土地新修路，芦苇堤，每天一两个钟头，十几里往返，虫子蛇常常来打交道，偶尔欢子也能走个照面。咕咕咕咕，怕是怕，时间久了有点经验，你走阳关道，我过独木桥，也是晴天安好。还有一次钓鱼人坐在这儿，他这身后这搁着面包纸，还有这个空的矿泉水瓶子，我就问他了，我师傅，我说您这瓶还要不要了？他翻过头就说不要也不给你啊。我就走了，刚翻回来他把这瓶扔河里了。说这你扔陆地似的我还好捡，扔这河里没这个大抄子根本就捞不上来。委屈是委屈，他也不输，依然保持着清理母亲河执念。
可老话说，常在河边走，怎能不湿鞋啊？最扔脑皮的就是那有一次他掉河了，那我可真气急了。那来水三四米深，我这不就赶紧的就抓着这个树脖子上来了，爬上了骑车子就回家了。我就跟我老伴说，我说我掉河里了，袄都湿不稳劲了，裤全湿了，反应慢一点那就掉了去了，这湿着都找不着，那我可真急了，趁早给你离开。我也没离了，因为脑袋嘴子厉害，是他也刚离婚了，我就洗洗手就上厨房做饭去了。骂完他又后怕，真没这人了。一说俩小子加上我，这爷仨怎么办？最后不那天吃完饭了，我给他做个抄子。我拿起抄子那一刻呀，应该是挺感动的，挺叫我真就哭了。你们谁都不管我，谁都不管我，我又不掉河里，你们还不管我呢。他眼出来，我眼泪也出来了，也不是没这人，可怎么办？哎，真是，这次是给我最大的教训。从那儿开始，你有什么事找我吧，咱们一块儿，我帮你去捡去，可别再冒险了。2000年的这次有惊无险，让全家人意识到，拦是拦不住了。再加上生活的环境真的是被垃圾侵蚀，原来的一人行也变成了全家总动员，抄子大大小小，自行车高高低低。第五辆车子了，以前骑都是那种大的那个家重车子，赶后来了，应该是2000年。老板说给你买一个这个小的这个车子吧，省得你弄大车子，岁数大了，别栽了老摔坏了。其实他没事儿，我身子轻，他栽不着我。你看我这溜着嘞，我这从来就不像人家说这什么，就是直接蹬上就走，就这样着，一个手他整天他都习惯了，扛上就走。就这抄子上扛着就走，不着急了就是着急了扛着就走，骑上。我们捡垃圾，然后那个看谁捡的瓶子多。现在嘛，我奶奶都把瓶子给捡完了，也就捡三四个、四五个。好多人也说你是环保爷爷，哎呀，我这心里就热乎的，这等于沾人家光。因为这环保奶奶，哪称呼你环保爷爷去？真的，这个挺理解的，捡的挺干净。你看，像我这条胡同，我和嫂子把这块都给我扫，冬天下雪都给我扫了，像厕所他也打扫。我反正是懒，早起我也懒得起。你想贺嫂子天天的坚持，真可以，那是30多年坚持，佩服她，真佩服。一年四季看在眼里，更想久久地留在心上。贺玉凤就开始记日记，有时记事儿，有时抒情，偶尔还工整对账。孤一河弯弯穿过原野，风飞呀蝶舞。我有着写日记的这个习惯，也缝起了有应该有10本。北京2019届省运会真的开园了，我很有幸在台上按下了手印，留下了世园会的记忆，也更激励我带动更多的人保护好海坨山、归水河，守护好延庆这个绿色聚宝盆。这真是发自肺腑说的。我就跟门说，我都把我这个一日一行呀，我包括我捡垃圾呀、遇到的风呀、雨呀，我都写上了。到嘛百年之后，还真能看着天就是蓝的，水就是青的，给你们留下了一笔可贵的精神财富。后来，贺玉凤的记录也变成多媒体，老伴儿送了一台数码相机。儿媳妇给买了一部画质好、内存大的手机，贺玉凤的环保行动也慢慢从家门口远近闻名，在整个延庆。路上了。每年我们家都是买的燕煤，这往大气里排放的是污染物，对环境很是不好。新式取暖炉无烟煤球，享受政府补贴，比以前节省了一半的钱。无论是从经济还是环保方面，我建议大家
都能使用无烟煤，减少雾霾。这你看我自拍的啊，下大雪了捡垃圾，高兴一看着啊。大脑袋，下着大雪了，我向阳。其实是担心，并不是高兴。我真的害怕他在路上出现危险，因为他走得太早了，天黑他就去了，弄一手电。这手骑着自行车，这手拿着手电一照，一看那儿有一垃圾袋，他就捡起来了，有一瓶就捡起来了，特别危险。好多的那种大车闯红灯、逆行，好多的危险行为。我每天跟他说：“我说您拍几张照片，拍一视频，完了就是发一朋友圈，我们知道我妈妈健健康康的。”这个被说眼睛里只看得到破烂的环保奶奶，低头捡垃圾，抬头见风景。人都叫我们眼睛蓝，我就想把这眼睛蓝呀，我说这那个变成北京蓝。这园会召开了，变成中国蓝；等冬奥会召开时，我说变成世界蓝。海坨山将承办北京冬奥会高山滑雪、雪车、雪橇项目，这让出生成长在这里的贺雨凤也不禁憧憬。我也很有幸去那个冬天高山滑雪测试赛，我能进场馆里头服务去，这是通过冬奥组委申请的61周岁的老太太去上去服务去。我最大期望就是争取在2022年冬奥会上，我当一个火炬手，起跑火炬去环保奶奶。环保奶奶的事迹被越来越多的人传颂，尤其是2020年5月1日开始，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施行，有着20几年切身垃圾分类经验的贺雨凤受邀录视频、做直播、各处宣讲。小鹏，你给大家介绍介绍这个白色包是什么垃圾呀？这是厨余垃圾。哎，大伙都通俗易懂啊，接地气。通过他的宣讲，会给我们更多的人的一种思考和启发，更重要的是一种带动人的这种习惯的培养和引导吧，就是养成一个就是不随手丢垃圾这么一个习惯，保护环境。咱们眼睛的环境嘞，光靠贺阿姨一人是不成的，应该大家支持贺阿姨，向贺阿姨学习。2019年，我获得了一个大满贯，够5000个小时了，获得了一个5星级志愿者马甲，我也很荣幸。2020年2月，贺雨凤被评为首都道德模范，也实现了延庆区零的突破。至于我的头像，好好存着吧，将来我就跟孩子们我就说嘛，妈给你们留下一笔可贵精神财富，我的孙子拿出去看看，我太奶奶想当年得过什么什么什么，这多好呀。人做一点好事并不难，一辈子做好事挺难的。我捡垃圾的时候我不会觉得不好意思，反而我觉得这个见到垃圾没人捡，我觉得会不好意思。他能把这件事儿，别说有多伟大，只是一平凡的一件事儿，能坚持的这么做下来，就是英雄。大家还在沉睡的早晨当中，他自己默默的去做的那些事情，以及对于我们的那种默默的言传身教，我觉得这才是他最大的英雄的行为。一点虚的假的没有，实实在在，我真特别佩服他。那做的这点事，真是不容易。垃圾不落地，环境更美丽。我希望大伙都这样做。如果大伙都不扔垃圾了，我也没事干了，我也出国旅游两天去，也时尚一把，让老太太。